王副头，这边有个其他，走，咱们去挑战一下。那边有个其他呢。哦，走，我们去挑战去吧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这谁最厉害呀？那可比我最厉害吗？你最厉害，哎、来，我挑战一下你。来嘛，夸你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上。上他这已经输了嘛？你看着。来，让你先走，你还挑战我？我就不客气了。先吃了，火攻炮，上马，我也上马，中炮，来，我举，看夹炮屏风马，来进狙，出个横狙，进狙吃兵，来先上士，他要出去吃我炮了，他吃到了你再上吗？平狙过攻，来上马。上正马，哎呀，上正马太拥堵了。进兵干啥呀？退炮，大举起了，哎呀，这打他狙啊！继续进兵，打上车吗？你开玩笑呢？你看见我打得上吗？士兵，先打这个狙，上校，先打这个狙，对，先打这个狙啊，吃到直销里了，然后再打这个狙啊。再吃一遍，少少，总归少少。哦，上象先象狙啊！刚才你上象一个狙打死了。啊，我退狙。得打你个狙啊！先出狙吃炮，不然他上马分狙了。几遍？中掉。中掉上马打我狙了，狙给我打。你再进来吗？打进去了，不行。他中掉我踩掉就行了嘛。进中边。哎，他不拱，不拱我拱。一个后期呢，一个后期继续进兵，一个后期呢，直接大骂，直接大骂，哎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直接大骂，直接大骂，那第二局呢？那第二局了，我把你的中兵给你吃，骂打掉，骂打掉，骂打掉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他可要少攻象了又，马打了打双马呢，哎呀，进军过河，你看这不还是打马着呢吗？你这马也丢了吗？跑都要走，跑掉我还打马着呢，看马给你吃了。哎，马导还打狙呢，对，你看打过来了，打过去了，那个炮打过去了，这天水国家的吃炮，哎呀，没占便宜啊，大烧，现在不大烧，再打，想吃我的象，那追过来，飞个边象，紧追再吃，哎呀，那不打掉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站累，平个鞭炮，来，叫啥？那我上市。嗯，对狙，对狙，这就吃。别吃了，资历一模一样吗？芝麻跑毛的事，他是双跑狙。吃你便便，吃掉吃掉。哎呀，僵死了，是僵死了，不能吃。你出去了再种的吃蛤蟆，那出去那就跑掉了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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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出。那我进兵，上马吧。少嘛，马上不去，上去他就给我顶回来了。起炮，强行大招呢，下底炮，来，我先将军。将军，上下。追平开，追平开。平开完，我就剩两大放，哎，能干啥？能干啥？下底炮。出轿，加一炮行了吧？对，出来就行了。叫啥？不能说叫啥，叫啥开不了。哎呀，人家肯定能看见。行军战中。上马，这我就上马了，谁也拦不住。爸爸，进炮。再上马，再上马，再上，再上，再上。再上啥？我给他们炮看住。上马都去。哎。那炮有狙看着了，怕啥？进兵。那上马都去多好啊！进狙。兵过河，啊，吃掉吗？这不，哦，过河就过河嘛，过河能干啥？来，那我回下。好了，家具炮一。哎，将军，他哪有家具炮呢？落下。小伙子抽的很，腰子脑子也还撞死了吗？先脑子得着。哎呀，到吃什么？吃什么？那人家又不少的，人家又不傻。行军，是的吧？能顶住吗？继续平局，
哎呀，这个马，来上马。哎呀，能上去吗？哦，会不会下去？哎呀，上马要卧死就卧死了。哎，这不要好，这不要好。那、哎、算不一个跳马哦。那我平炮。高吊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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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吊马。绝杀五杰，走。那绝杀五杰，就靠你。是吧？撞死他掉，他撞死，撞死他掉。大军呢？大军呢？哎呀，臭。哪里走？你。对局，这个臭法用啊。对局啊。对局啥？将军。我逼你了，对干嘛？打那个皮中好，皮中好，他就两个炮了嘛。我这小军马炮，哎，赶快过来兵。我小军马炮是个他的。将军，将军我就进来。进去，那我下士。过来个兵，过来后。对，先过兵。对，完了卒先过来。我操，他把我打掉，臭臭。炮，冲炮，冲炮，冲炮，我出来。出去了，锦兵，来平过来，我也平炮，退炮，退炮，退，退炮，来再平卒，哦，把那兵给攻死，哦，平兵，攻死，攻死，哎，大将呢？老爷不要了，哎呀，先进来再攻他，进去，我再平啊，攻死，攻死，对，现在把这个兵攻死，哎，他咋办？他咋办？能攻死吗？那叫这个一个，咱又冲炮了，又冲炮。上士，上士，我上下。咋办？我操吧，上个他掉吗？那不打掉，咋我操呢？咱俩有炮。哎。那就多掉，就把那俩攻掉。滚了吧，滚了吧，不然这两个兵。上了你。两个兵有点危险。蔡双。蔡双。哎。哎，后。哎，欺负他的后。进兵。蔡双死了，上死了，就死掉。向他掉。是你是啊，哎呀，咋办？上多掉，上多掉，先不来着。哎呀，上多掉，哎呀，那上多掉你去哪？进兵，你能踩着吗？他换一个上他就没阴气了，知道吧？这咋了？这咋了？他咋了？上士就喝掉了。对我上士，我出将，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看，像你吃了。哎，咋办？哎呀呀呀，像不掉，那个走掉，那个走掉。哎呀，像丢了，气死我了。哎，想丢了就输了。没想了呢，你就又没想了。来，我他妈想要问题不打。哎，想不丢就合了嘛这。哎，进炮。回马，回马，回马。上马，不让他将军。将军，出来。啥事啊？出去了还？进炮。哎呀，打我象，我象有根吗？你啥意思啊你？你打，我在上下。中炮搁上，换掉。哎，我太像跟他太像了。哎，像我们了，不行了，小伙子。上彩，上彩了，不太贪的，不太贪的。先打兵，先打兵。先打一家了吧，上彩了吧？先打一步兵。吃我的兵，停兵，能吃上吗？上他的，对，现在吧，上彩了。好，先卧一槽。行，行，先卧一槽。少来、啊。出来。回马踩士。不用了，死你高吃高踩马。哎，把这敌士打了吧。对、啊，敌士打了。能吃一个吃一个吗？哎、吃少了。你这军不好哈你。不。哎、啊，他要打仗了、哦、将军，你还想将军啊你？哎呀，来，我再推炮，咋办？能咋办？你有啥钱？将军，将军，我进来。他啥钱都没有啊！你看，推炮。他还想放炮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回马，回马，将军。那也不行，先挡住，挡住，不能让他将军。平炮。哎呀，他发现了，不然我一个偷杀跳马一将，将死他。还有那招呢？哎呀。看见了，来，让你走。靠，别忘记他靠。平兵。上一把老将了，再打他的兵啊。哎，踩士，来，你打我的手，我踩你的手，咱们换掉吧。上帅。哎，你还不想换啊？打一脚，打一脚，打一脚就是四打掉了，打一脚，臭点哎。推炮。推炮。架中炮。架个中炮。
这就闹死了，我一落石就有用吗？一落石就绝杀了，哎，哪能绝杀了？绝杀了。我下士将军。那出来的谁啊？他哪个绝杀的？皮炮吧，炮给打死了，炮、哎、打死了，是给你吃了。我不会进炮马看住。他哪能打死的？马后炮，马后炮一响，咋办？光呆呆了，这个的。上士，哎，将军把将军把皮吃掉，给他踩了，哎，臭了。老帅进来。哎，给他踩了。炮死掉了，能死掉吗？来，咋死掉的？咋死掉？上帅，咋死掉的？哎，看这我还赢他呢。落士，落士，哦，赢了，落士就赢了，落士。黑炮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来，哎，根本不管他。平炮。这个死老婆，打掉吗？咋了呢？你要打掉，对，还不用，这不行了吗？这不，打不能打，不能打，想不起来啊！太难了，打了就上当了，不能打，哎。